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日前台北市举办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周刊爆料有人向台北市调处检举，议员因小为担任理事长的台北市体育总会跆拳道协会独家投标得标赛事，涉嫌绑标，对此因小为怒呛对方，叫他们来告我，不告我是小狗。时报周刊报道，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公告劳务采购案后，因小为召开临时协调会，希望可以把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从交流赛事提升为国际赛事，最后会议决议赛事国内外裁判需具备中华民国跆拳道协会 WTF 认可的证照。报道指出，台北市体育总会跆拳道运动竞技协会理事詹任远质疑，国内至少有10个中央级的跆拳道协会，为何赛事裁判只认可中台会？此外，詹还说，在台北市只有北台会的裁判才能拿到中台会的裁判证照，以至于其他单位若要投标赛事，只好找国外裁判。在成本考量下，其他单位失去投标意愿。报道表示，因小为否认传言并呛声，叫他们来告我，不告我是小狗。